下天堂，唐到了周顺城，天下最奸最黑，逃出来他们母子二名，这个周顺来到山东济宁，来到他的岳父的家乡来赴亲情。他的岳父梁世才就把他来认，就让他出关内把书，周顺正在出关把国领，不由得想起来家中的事情。想起来爹爹做官多么样的勤政，先培养好人没有好报应，死在四大户奸贼的手。我周顺，我的头奔岳父，他把我收留腹中。老岳父他对我恩情重，我周顺牢牢记在心中。但等以后周顺我要得了地，报答岳父对俺的恩情。这周顺在书馆正想起明白这事，已经日落西山交了这二更，二更不打靶还没睡觉，想起来家丑为报做不敢也占不宁。当然不是我周顺胡思乱想，这个梁衮端着毒药拿着钢刀拿着绳，刺翻我的刀在这书馆把这周顺害来，我那干妹妹梁秀英就倒在了我的手中。这个梁衮来到书馆之外边，在这书馆里边还点了灯，梁衮他这才门外站住，还他妈点着灯呢。兄弟，兄弟，周顺一听有人叫门，说道：“门外你是谁呀？”“哎呀，我是你哥，开门吧，自己人。”“哥。”“哎。”周顺心中暗想：“听我妈说，我那老岳父就有一个闺女梁秀英，也就是我的未婚妻，没听说还有一个大舅哥吗？”既然他说是哥，我得开开门，咱在人家家里边住着呢，说不定是我的老岳父什么亲戚，也论辈分叫哥也是有的。周顺这才慌忙把这书关门就打开了，一看，
这梁棍拿着刀子，拿着绳子，还拿着一个碗，碗里边放着毒药啊，往桌子上一放。啊，小伙子长得不错，是一表人才嘛，啊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梁世泰是我干爹，我呢是我干爹的干儿，我叫梁滚，梁秀英是我干妹妹，要按这个辈分嘛，我应该叫你叫妹夫对吧？啊。刚才不知道是大哥来了，大哥在上，我给你施礼了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多谢大哥。哎呀，我说周顺，你还真大胆呢你，全家犯了抄家灭门之罪，还敢来到山东济宁偷窃？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不知道啊。岳父大人，也就是你岳父大人，懂吗？我干爹，他就是济宁城的总兵，我呢就是兼任着领兵元帅，也是大宋的朝廷命官。上边呢刚刚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就研究你的事儿，说你逃门在外，准备全国上下画图影捉拿你周顺。你竟敢来到梁府投亲呢？你这是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你。我告诉您说，今天我要把你绑住，献到官府，为官府领光去。啊，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放了我吧，大哥。不过我还有没那么缺心眼儿啊，要把你献到官府，你是不是跟我们梁家沾亲戚？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也得受牵连呢。得，我有好生之德。什么？这有一碗毒药，一口钢刀，还有一条绳子，你自己了断此生，在书馆里边。什么？爱咋着死咋着死。我不想死。不想死也不行。我，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让我死了，我求求你了。求求我？行，不想死对不对？大哥，枪头上挂门帘儿。什么意思？没门。你要是逼我死，我的老岳父知道了，他也不会整你。实话告诉你说，我们两个已经商量好了，我跟爹听了我的话，就是让我执行这个任务。什么？小子，我告诉您说，唰一下，刀点起来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你不是不想死吗？今天我亲手宰了你，亮棍折在没逮完，他的一百钢刀往上，钢刀一举要往下捞，大叫。自己死的话，那我有好生之德啊，讲点良心，我亲自杀了你们，显得我这个人太心狠。我把书馆门关住，嘡啷啷啷啷啷，钢刀给你扔地下了。愿意抹脖子就抹脖子，要是愿意那个让我囫囵失手呢，您就上吊啊。你要嫌憋得慌呢，您就喝毒药啊。
你要嫌难受呢，那你随便死，反正人都死放分啊，没有一个好受的啊。来来，我把门的关住，里边好好考虑考虑啊，给你十分钟的时间。嗯，得了啊。咣当，梁滚用这锁头给挂住了，不过没锁，梁滚这个小子就在书关门外在那来回转圈。小子赶快他妈的死啊，再晚会死我自己亲手宰了你。考虑考虑啊，这周岁
爹的大情。说，周顺今天死了，我别的鬼我也放不过你。哎呀，你傻他妈来这一套，什么鬼呀？人死了，要是能变鬼算账的话，这人世间还有屈死鬼呀？啊，人死如灯灭，小的别想这么多了，赶快死。我死，你死不死？我死，我他妈就闯进去了。我怎么死？周顺这才哭的把这碗毒药就给端起来了，看了看这碗毒药，要是喝了就没有命了呀！喝了毒药的不用说，自己肚子里面疼就得疼死难受死，这种死法不好受，我不喝药。
啊，要不你上吊？上吊？啊，我也不上吊。那你用钢刀自杀？钢刀要是抹脖子，那也疼。你他妈的到底死不死啊你？我喝药难受，上吊别的话，用钢刀你嫌疼，咋的？非让我自己动手？我下不了手。你下不了手，我他妈下手。亮棍折断，他这没怠慢，他这他也打个箭步，他要往里冲。一回脚我到他里面，我叫你有命难活成。亮棍折的刚要往里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在这黑暗当中，那这大拿剑，牛儿捏，捏儿扭，扭扭捏捏捏捏扭扭，自走来哎，十七八岁胖乎噜墩儿，一个女儿花容，这个女子的穿戴打扮。好像是个丫鬟，这个丫鬟的长得可是没人性，就是只见他啊头上的青丝，他这盘了一个钻，只见他的大红火插在他的脑袋中，他这只见他啊脸上边插粉好像磨枪一样啊，两道眉用白描的这黑又浓，眼皮上边的打着眼影，冷眼看好像一个熊猫精。只见他的樱桃嘴上边还抹着口红，哇，口红抹了嘴少都有七八瓶。未曾走路，先把这个屁股掉。他在一边走着，还喊高声：“梁官，那个挨千刀了，你往哪儿去了你？让姑奶奶等你等了那么久，梁官。”没要问这个丫鬟，她是哪一个？这就是这梁府的丫鬟，叫这跑大灯。跑大灯为的就把这个梁棍招。这样的家呀，那不像家。
为了害他们两夫，能稳住脚步。我经常天眼里和少爷来回，他来我来，我也真心对他。别的是有朝一日把情重，俺们两个过黄金。